应该共识爱给暖男干啊，但是你们有这个要长大成人的使命啊，所以必须要顾到下一站啊。不过很欢迎你们下一次找机会再来台南玩啊。利用这个机会跟王副处长表示最大的感谢啊。王副处长刚刚把猫园称作一言啊，不是故意的啊，因为以前是我们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长啊，所以称呼的民意代表都是一言的啊。这次高升到体育署去，也对台南非常帮忙。体育署目前针对台湾各县市的脚踏车道啊，做一个整合啦啊，做一个那个串联啊。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台南市政府在今年也得到王副处长很多的帮忙。我今天代表市民啊，跟王副处长啊表示感谢。台南市政府对单车的活动非常重视，在今年到现在大概已经举办了十多场单车的活动。未来呢，我们也希望哈、用单车吸引我们市民哈、落实低碳的这个目标以外呢，也让各县市甚至外国日本人或者香港很喜欢骑单车能够来台湾旅游这是未来我们要做的哈。今天你们有来台南，就对了。全国唯一城市有在做成年礼是哪个城市，你知道吗？台南。同学可能不一定知道。你哪不来，这成年礼就不算。因为没有来，成年礼是不算的啊。全台湾22个县市，就只有台南市有在做成年礼而且这成年礼是可以得到千牛骂的这个保佑。那合并之后呢，我们有古传统，也有注入新的文明。我们有带16岁的孩子上大鹏山然后也有到运河去划船今年这个骑单车我觉得意见很不错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健健康康长大未来呢学业顺利事业鸿图大展成家能够幸福美满祝福你们，谢谢大家，谢谢。这个支持，那在地方上呢，我相信鸿业呢也对体育是非常的支持的还有我们这个蔡议员蔡主委非常的感谢。那这一次的这个单车成人礼从上个礼拜我们这个蒋部长呢在这个教育部这边开始了一个记者会8月14号一个记者会呢就开始了这个启动今年的这个单车成人礼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可以说是我们国内算是最高阶的了因为它距离呢是最长的，环台湾岛龙洞软能要怎样1000公里1000公里。那这个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骑到1000公里，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有的人骑1000公里，有的骑500公里，有的可能乘100骑100公里。那这些呢，500公里我们可能是跨县市来办理，100公里呢，我们在县市里面呢就自己可以办了，甚至还有10几公里的或者几十公里这一些行程呢，我们也希望说，在县市里面我们各个这个团体、民间团体也好，或者各乡镇市区也通通可以来举办。因为教育部呢，还有过去的体委会在现在来讲呢，全国的这个自行车道呢，目前已经达到2000公里了，已经达到2000公里。那接下来4年从今年开始的4年呢，我们体育署呢还会再有12亿的经费，那希望说呢，能够再加强的这个各县市之间的这个自行车道。那这个重点呢，就是以南北串联，南北串联，可能是单线，可能是海线。那我知道我们台南市政府这边呢也非常的积极在我们赖清德市长的领导之下我们今年呢也规划得相当的不错那明年呢相信呢都会做得更好了我们希望说我们体育署跟我们台南市政府一起来合作，让我们全国的脚踏车道，尤其是我们台南市的能够让它呢更完整，好不好？好。那我们祝福呢今天呢来参与这个骑乘脚踏车的这些好朋友那除了今天之外，我们平常呢也希望你们多多鼓励的你的好朋友、你的同学，平常呢就可以骑。那甚至我们在场的局长或者我们的处长我们希望说利用很多的这个机会，鼓励我们学校的校长或者家长会，让他们在假日或者是寒假、暑假呢的休闲活动里面呢，就父母亲呢带着小朋友来骑乘脚踏车呢，应该也是非常好玩的一个行程我们希望说这些脚踏车道。做好了以后呢，通通能够呢充分的来运用，让每一个国民呢，通通越来越健康。好，祝福大家，谢谢。好。
在牌楼的下方有一块白色的纸，上面有很多七彩的颜料。等一下我们骑过去的时候，沾了我们七彩的颜色，然后画出一道非常漂亮而且非常绚丽的一个如同彩虹一般的漂亮啊。人家说这个彩虹之美在于色共存啊。那我们呢，人生非常的美妙，在于我们所有人大家共同体验这么样一个荣耀的一个活动啊。这个就是要我们这次特别安排的这样一个活动啊。等一下呢，单车一骑出去之后啊，请各位就沾了这个一个颜色，然后在我们画上整个我们这一次单车环岛年里的一个印记啊。当然这张图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记录，也会留存给我们同学来做一个纪念啊，让你在这个在成年里的一个活动勇于挑战，然后呢超越自我，然后呢来完成一段这个不是普通人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这个完成的一个记录了大概就是我们这样为你做准备啊。等一下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融合了整个一个铁道的一个1000公里的路程当中也融合了大概41个铁路的一个经过站那41个站往着一个铁路跑的一个路线来体验这种铁道文化的一个风景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真的是很棒所以等一下呢我们的副署长为了骑一台火车头，真的是火车头，带领着大家要来展现这种活力，火车疾驰当中顺着轨道一步这个快慢自如，然后来绕人到达目的地的好，非常的谢谢各位了那我们现在还要离我们准时出发时间还有10分钟好，活动你的筋骨，一定要做这个做好，能够保障你等一下再骑的，因为都是固定的姿势所以一定要充分的把它展开。就像我那个昨天才从司马库斯下来，结果开了一天的车，结果现在就扭。黄副司长骑着这个铁路的火车头，带领我们所有参加的队员这个展现前行的力量，叫长征1000公里。让我们先喊个口号一下，一二三，坐下来，一二三，坐，一二三，坐。OK， 喊三二一，就鸣笛出发，一起来，三二一。